好像没有很想。真的想我吗？ Good。 要演出之前都会有一些些的压力在，那这一次当然也会有，因为这个巡演其实早就已经在2020年开跑了，只是一直没有跑出去，所以这一次还是决定想要有一个很慎重的重启，所以选择还是回到我的家乡，就是在台北从小生长的地方。然后很开心今天我妈妈她也在台下看，所以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心跟亲切。然后当然还有很多起嗨起来。